抱歉哈，到底院长吗？这次我们在新竹科学园区的这个厂区啊，那8.4公顷的一个厂，建了4个这个8英寸的这个厂，那整个这边的投资呢，大概是1000亿。那目前已经有2个厂在这个大量生产了，2个厂在生产。那麻烦这边那这个桌子 IC 啊，下面有很多层。那现在来讲呢，上面大概放大大概是百万倍，那是全世界最新的这个。那这是将来我们在南科，您上次在那有看到一个模型。那我们准备呢建6个这个12寸晶圆的厂。那整个这个厂是43公顷，大概有1000亿。在明年年初都会动。这是一个这个 pager 那 pager 呢，现在我们跟美国一家公司啊做了一个全世界最小的一个彩色的显示器，你可以从这里头可以看到这里头的这个啊，所以将来这个 pager 可以把 email 送到你的 pager 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什么时候会上市？这个我们已经是是从这样看的，大量对啊，所以是厉害，黑姐都还可以看，这么快。这位 receive 在里面，现在这个大概我们年底呢，大概就是试产，已经像这个 Siemens 跟 Motorola 啊，大家都已经跟我们下订单，要买这个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它是将来这个可以随身带到任何地方，对啊，对。谢谢了，加油啊！记得给你打电话一下。做后市场，那我们可以的，帮大家。对不起，哎，对不起。阿姨，我们这个72小时自动化，阿姨，这个是很成功的。对。然后我们装电子零组件，电源组件，那菲律宾，对不对？菲律宾的，全世界里了不起了。谢谢。医生，我们现在台湾都医生。本公司成立1962年，董事长是陈念生先生，那总经理王克明先生，因为今天有事情，所以我来跟院长做报告。那本公司的话，目前从事然后提及他相关性产业。那本公司从1981年接手了国际的 IC 化工板，在台湾 IC 的相关性的产业。那这里面有几个关键性的技术，包括 COS 的作业系统，那还有卡片的生产制造、半导体的制造。马上的话，个人的身份证。个人的身份证字号、姓名、出生年月日检验出来，就是包含你的其他医疗记录啦，这些都可以。问题啊？好，对不起。